不要敲了，每天都要敲。好了，不要敲了，不要敲。要打节奏啊，没办法。我这个乐团里面有四个人是完全没有乐团经验的。其实我们心里都有点在想，我们那么老了，有可能吗？讲真的呢，我这才多大汉，我第一遍听着贝斯两字呢。再上去一个是妈妈哆，好，再回来小朋友的哆。今天被他把他吹出来，这是吧？这是吧？你打完以后他们会被怎么样？不会，你放心，因为有充满的东西，躲起来了。可以再更狠一点，不够狠，要狠一点，怎么了？我也要多狠。我跟坦白讲，我真的在家里我不敢那么大，我一叫一大声，楼上就开始丢石头了，真的。我觉得老爸他们真的毅力真的很坚强，他们比我们还像不折不扣的 rock。生不懂哦，有没有？蔡志勇他生那个病，那个基因突变，叫小胖威力症。结果我老婆离开的时候是蔡志勇快满四个月，因为他每次到学校看到他喜欢的人，他都会去叫人家妈妈。我们参加这个罕病的一些活动，我跟乌妈想把这些老爸找出来。其实要顾小孩真的已经好累了，可是他们还愿意去学钢琴，还愿意去学乐器。靠那面人在外面卖的话，真的很难卖，有时候都背着很多很多的灵魂回家。我觉得他们生命是有限的，要帮孩子留下一些纪念啊。我想我要会用1000万倍的父亲的爱来爱他们。如果当初是那个女孩的话，今天我不认识的了，要喊病了。那我就大概也活不下去了。老实说，老爸到这个年纪才要搞乐团，然后还要参加一年后的海洋音乐祭，其实这难度真的很高。当然，我们的梦可能真的是一个梦了，但是说我会坚持到最后。我们不是代表。